这题，这个题目我相信学过杜老师预设班的预习班的同学，这题肯定难不住你。为什么？因为杜老师做实验了。就拿一个圆形的一个玻璃杯，是不是？嗯。放一支笔在里面，首先第一呢，发现它肯定变粗了，是不是？对。那实验现象特别明显。嗯。那为什么变粗呢？所以 A B。当然杜老师说了啊，就是因为你这个圆弧形，是不是？嗯。圆弧形是不是有个凸透镜的原理啊？中间厚边缘薄。中间厚边缘薄，是不是啊？对。放大镜的功能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变厚了，所以变粗了是肯定的，对不对？嗯。对吧？好，那具体是。你眼睛在这边，是不是？对，对吧？沿这边看的啊，这边看的。那具体是往这边偏，靠近眼睛还是远离眼睛？我记得当时我做的实验是这样，朋友们。如果这个当时这个鱼缸是这样，如果你这支笔是在正中间，就是整个那个圆容器的正中间，它是这样的，是哪边都不偏的，就是下面怎么样变得怎么样？粗一点，就下面变得粗一点，是不是啊？对。然后你往两边一移动，你就会发现上下就开始错位了，是不是？嗯。你只要记住实验现象，这答案出来全是 D。它肯定是靠近圆弧这边的，肯定靠近圆弧这边。待会杜老师让你重温一下那个实验现象，然后现在杜老师用原理给你讲一下。原理讲太难啊，但是好学生还能听懂。D 你已经知道了，是不是？嗯。好，在这个地方画图地方位置不够，我画到这地方来啊。筷子在这个地方，是不是？对。对吧？我假设这地方是人的眼睛在这屁在这地方，是不是？嗯。好了，人的眼睛长大一点啊，要不然画图不好画。嗯。然后人的眼睛透过这个玻璃去看这个筷子，对吧？对。还是筷子还是等什么？反正就看这个东西吧，对吧？嗯。那你说这个东西光线，它发出的光线到人眼里面来。是直着走的吗？不是。不是吧？对。我说他肯定这么走的啊。到这个地方怎么样？出来再发生折射，是不是？发生偏折。发生偏折，对吧？嗯。那这地方最要命的是，你要找出法线。对。你没有法线，我知道你往哪偏呢，是不是？嗯。大家注意了，这地方其实一个法线，其实杜老师告诉你，直接告诉你得了啊，就是你先找出它的圆心，圆心和这点的连线，这就是法线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地方有个切面的话，它肯定跟你切面是垂直的，是不是？嗯。这是数学问题了啊！你这地方如果有个平面的话，还有个切面的话，这个面跟这个圆心的连线是垂直的，是不是？对。你不要管它了，现在你就记住它是法线就行了啊。好，这是法线，那这个就是入射角，是不是？对。对吧？对。那它出来以后怎么样？肯定是在法线的这一侧了，是不是？对。靠近法线还是远离法线？远离。是不是远离啊？对。远离。对吧？对，肯定是远离发现的啊。但你一条线反向延长找不到像，是不是？嗯。肯定得再画一条，是不是？对。再画一条啊，比如它现在发射往这地方发射一条光线，它也要折射到人眼里面来，是不是？对。那我再找成什么？反线。这就是反线，是不是？嗯。它怎么样？要远离。出来也是远离，是不是？对。这样到人眼里面来，是不是？对。实际上就是你发射的一束光线这样到人眼里面来了，对吧？嗯。但人的眼睛，他不会认为光是直线传播的吧？嗯，他认为光是眼睛。哦不，他不认为。我说什么来着？你他不认为眼睛是光线是这么来的，是不是啊？对。他一定认为光是怎么来的？沿直线传播。沿直线传播来的，是不是啊？对。所以应该怎么样？应该沿反向延长，是不是啊？对，沿直线传回去。反向延长，直线反向延长出去，是不是啊？嗯。你发现的像怎么样？是不是靠近眼睛了？对。是不是？嗯，像往那来了，所以它肯定往这个方向偏，对不对？嗯，所以它肯定往这个方向侧移，对吧？嗯，但杜老师图画的可能不太很标准，但至少意思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对，选 D。好，这样朋友们，杜老师现在再辛苦一下，把这个实验再加进来，你再把实验现象再看一遍。好，朋友们，欢迎来到老杜物理实验时间啊。下面这几个实验呢，依然是光的折射实验啊。好，我们可以把摄像机镜头拉下来。对准下面这一大杯水啊，看，比如说这是一只筷子啊，但这是一个蓝的吸管啊，我们现在能不能看到水面以下的变粗呢？这是显而易见的是变粗的啊。现在我把它给倾斜，我们能不能看到这个水面下的部分弯折了呢？
好，这也是一个实验现象。好，那这样啊，你看我在左右移动这个蓝色的吸管的时候，你看我移到这边的时候，你发现它是怎么平断裂的吗？再看这边，它是向哪断裂的？它在不同的位置啊，断裂的是不一样的。多少？再换一个粗的啊，再换一个粗的笔。好，行，这个实验先做到这里。好，实验看完了，咱们再看看第十题的休息一下啊，第十题看完休息一下。光的色散适应说明了白光是什么什么？复色光是不是？嗯。复色光啊，这么写差不多吧？要不怎么写？它不是单色光是不是？对，不是单色光啊。红光和蓝光混合成颜色。颜色与红同还是不同啊？不同。不同是吧？那三原色不一样是不是？三原不是燃料的光的三原色和跟原来三原色不一样是不是啊？那不同的是不是？嗯。光的三原色什么来着？我快忘了。光的三原色红黄蓝。红黄蓝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啊。你确定？你确定？你这动作在干嘛吧？我就觉得你错了嘛，是不是？红绿蓝是不是？对，红绿蓝啊！别闹，别闹啊！你看这越是怎么样，越是简单的地方，咱们越容易犯错，是不是？没背。对，越是简单的地方越容易错啊！同学们，好，杜老师，你再看一眼，是红绿蓝，是不是？对。这个虽然简单啊，但是要为什么很难？但是考试肯定得和你讲，考试肯定就让你就记下来，忘了一天就行了，是不是？嗯。一天就行了啊！所以咱们不能阴沟里小翻船。那咱稍事休息一下，多了回来接着再往下讲下面几道题。好，同学们休息回来啊，看到第十一题了是吧？哈，嗯。一根塑料管竖直插在水中，水中部分占全长的二分之一。哦，明白了，就是一米长的管子，你放水里面来，水上面跟水下面是一样的长的，是不是意思啊？对。上面的长度是 A， 下面长度是什么？ B。B 是不是？嗯，这实际长度是一米，是不是？对。但他现在问的是眼睛看到的长度是什么关系，对吧？嗯。从水面外斜上方看，这样看，那您记住，眼睛要在这个地方看，你说这个 A 和 B 它一样长吗？不一样。不一样了吧？对。在岸上的长度应该是实际长度，是不是？对。但水中的长度会变什么？浅。变浅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变浅就底部往上来了，是不是？嗯。那就变短了呗。对。那变短的话就是 I 怎么样？大于 B。I 大于 B 的是不是？对。所以 I 是对的吧？嗯。那这就错了呗。嗯。好像水中，那比如你的眼睛在水里面，你眼睛在水里面看水里面的东西，是不是应该实际长度啊？对。对吧？沿直线穿。你这肯定沿直线穿模的嘛，是不是啊？从中间。好，那眼睛看 B 的长度是不变的，但是它在看水面上 A 的长度变不变？变。变。水中物体看岸上物体会变，变高，变高是不是？对，那就是 A 又变长了是不是？对，那 I 比 B 怎么样？那 B 比较大，说 D 就对了。啊，人家不管怎么样，岸上的都比水里面的大是不是？啊，对，大家是不是选 I D 啊？对，好了，一群少先队员，黄色安全帽，红领巾，黄色比较醒目是不是？对。红色比较行，红色穿透能力更强一点。嗯，差不多吧，反正都挺好的，是吧？蓝色代表，蓝色代表心情不好，是不是？嗯，我一般看到蓝色心情都比较好。你看老师，你这课件底板就是蓝色的上下。我的课件底板为什么蓝色呢？是希望咱们上课的心静下来。哦。你说我要弄成粉红色的话，你还有心思听我讲课吗？好吧。心情澎湃的。在那畅想，哇，我物理要考一百，是不是？蓝色叫低调，低调啊，来。讲到哪了？讲到黄领巾了。穿白上衣、浅蓝色运动裤是吧？在舞台上表演节目，
红色光照他们，这家伙，观众看到的是红光照在黄色上面是黑的，什么也看不见，是不是？对。但红光照到红领巾上，红领巾能看见，是不是？对。穿的白纱衣上面这衣服现在是什么颜色？也是红色的。也是红色的，是不是？对。这又黑色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因为黄色只能反射黄色，红色只能反射红色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答案选哪一个？答案应该是 D 吧 ？D， 是不是？对。D 啊。来几道凸透镜成像规律的题目，这节课算牛刀小试，开胃小菜啊。咱们这节课重点是在梳理什么呢？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基本知识，所有凸透镜成像的题目都在下一讲。当蜡烛距凸透镜20厘米的时候，在光屏上呈缩小的实像，则凸透镜可能是什么意思？凸透镜的焦距呀。呈缩小的实像，那说明你二十在哪呀？二倍焦距分大小。那就是20厘米是在二倍焦距以外呗，是不是？对。你只有大于二倍焦距，你才能成缩小的实像，是不是？对。缩小的实像，那这 f 小于几？小于十。f 小于十，这里面只有几？只有 a。只有 a 是不是？嗯。只有 a。好，张宁，图甲所在装置测试凸透镜的焦距啊，并探寻凸透镜成像规律。蜡烛透进光屏位置如图乙，在光屏上刻成清晰的像。再来说法正确的是，这焦距多少？这个焦距十，这明显十吗？是不是？对，你的睁眼说瞎话是不是？嗯。图乙中主演成倒立方大的像，哦，他这是50，但是透镜在60以外的地方，是不是？62是不是？嗯。那说明现在物距是12吧？12，物距等于12是不是？对。焦距得多少？焦距等于10厘米。那这是不是大于一倍焦距啊？对。但小于二倍焦距，是不是？对。那肯定倒立放大的像呀。嗯。是不是？对。那自己错了，倒立放大的像是谁的？幻灯机。这不是照相机，是不是？对。蜡烛远离透镜，保持透镜光屏位置不变，这错了吧？蜡烛要是远离透镜的，是不是雾远？是不是？雾远。雾远向近向变小，是不是？变小。那就是你的光屏一定往近了走，是不是？对。这不对，选哪一个？二B。好了，在透镜成像规律的实验中，蜡烛距凸透镜36厘米，那就 U 等于36倍。嗯，是吧？对。在透镜另一侧光屏上，那就是像距是18倍，是不是？对。清晰的像，对吧？这是明显吗？物体在二倍焦距以外。像在一倍焦距、二倍焦距以内成一个倒立缩小的实像，是不是？对。现在是看着啊，当蜡烛距离透镜18厘米的时候，明白了，同学看着啊，我就喜欢讲这道题，我都不想画图，其实，你画吧。它这物体的二倍焦距以外，是不是？对。就在物体在这个地方呗，多少？36是不是？36。它在这边是。18，一二倍焦距之间，倒立最好的像是不是啊？对，这是18对吧？哈，嗯，咱这样想啊，我要在这地方放一个物体，它的像在这个地方是不是？嗯，那你说我要把这个地方当成是物的话，那这就是什么？那这就是，哎，这就是像，这就是像了是不是？对，因为肯定你们家是一一对应的关系，是光入是可逆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当我把它看成是物的时候，那它觉得是谁？它就应该是像，是不是？那这题它不就这意思吗？哦，是不是？对，把蜡烛放18这个地方，那你这个就是什么？那这就是像，是不是？嗯，所以像距应该多少？是不是36啊？36，是不是放大的？嗯，那是选 B 啊？啊，二 B， 成放大的实像，对吧？对。哎，这一次都算牛刀小试啊！这几个题目就是让大家小小的复习一下透镜成像规律的几个应用啊。真正透镜成像规律还有好多好多题目，还有画图，是不是？嗯。还有实验是不是？嗯，哎，所有的一切，下一讲见，同志们，学物理，找老杜。